国乐社长，社长同学共四人，请出列。这个奖项我们要邀请刘国龙，市政顾问服务团队的易主任帮我们颁奖。我们要一直很感谢啊，刘国龙市政顾问还有韩老师啊，20年来一直非常的支持我们国乐社的发展，每一年也会为6年级国乐社的毕业生颁发特别的奖项。那艺文的陶冶其实是一辈子的事，能够在国小阶段就能够开始这个艺术美好的学习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我们有四位哦，因为能够坚持到最后真的很重要哈。所以呢，我们也期待我们在场的家长，如果您的孩子还没有加入国乐社，欢迎赶快加入，你会发现孩子的潜力真的是无限。每一年我们也会安排很多的机会让我们的国乐社演出，那么每一年不管是台中市的比赛或者全国的决赛，我们的孩子表现都非常的好。那我们这次得奖的有6年班林先生、6年班的陈冠言，以及6年3班的高以欣，还有6年6班的严弘毅同学。恭喜以上所有得奖的同学。我们也谢谢主任我们颁发这个奖项。接着我们颁发阅读达人奖，社的同学共6名，请出列。这个奖项我们是不是特别邀请我们福伦社的陈社长来为我们颁奖？哎，给我们孩子祝福好吗？真的真的邀请您，哎，大家掌声一下哈。陈社长非常非常的谦和低调哦，总是怕这个让我们老师太忙了哈，但是呢，他的爱心真的让我们感动啊，所以今天这个阅读达人奖是各班非常热爱阅读的孩子啊，那我们也希望孩子能够运用这样的兴趣跟能力，未来相信都会有非常精彩的这个成就。现在颁奖的是6年1班林朝卫。6年3班吴明轩。
等一下我们上来一起合照一下啊、哦！有你们的祝福，是我们满满的这个加持哦。谢谢主委啊、哦，非常的关照我们丽园国小。好，我们也邀请副主委还有理事长，我们一起跟孩子们啊、哦、合影。荣誉会长来给我们孩子大大的鼓励啊、哦！对不起，我已经跳到下一项了。好、哦，拍谁拍谁来？现在颁发的是重生堂奖学金，所以呢，我们是要邀请到我们的黄主委为我们来颁奖，感谢。接着颁发明德宫奖学金，受奖同学共六人，受奖代表六年班陈万年，请出列。好，这个奖学金就是真的要请我们的荣誉会长李金平会长来为我们颁发。啊、哦，谢谢谢谢。我们今年办30周年，李金平会长那时候是20周年。你看那么久以来还是一直支持我们啊，所以透过你的手中领到的奖品也是给孩子满满的加持跟祝福，感谢。恭喜以上得奖同学，我们也谢谢会长为我们颁发这一奖项。颁发台中站展业奖学金，获奖同学共6名，获奖代表601班陈轩宇，请出列。这个奖项我们要邀请我们的荣誉会长苏振元苏会长来为我们颁奖。苏会长一样也是数年来一直都是关心的丽园国小，也非常的关心支持我们的国乐社。只要跟他讲一下就好。恭喜以上得奖的小朋友，也谢谢会长帮我们颁奖。接下来我们要颁发一个特别的奖项，在名单上没有，但是呢，我们真的深深的为他感动，也在为他集气当中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要颁发的是丽园国小的生命斗士奖，我们6年1班蔡博来掌声一下。大家知道吗？去年的现在，他不能走路，不能讲话，身体呢有半边几乎是瘫痪的，而且找不到原因。妈妈还有外婆不知道费尽了多少的心思，最后很幸运，我们找到病因了，而且呢对症下药，所以他现在能够这样走上台，我真的是满满的感动。你们知道那个妈妈跟外婆照顾她的过程是多么的辛苦，真的接近一半是瘫痪，那很不容易。
那蔡博呢也非常的积极，而且我们的老师还有六年一班的同学也一直都在关心的。当他们听到说哦，老师校长要去看他，还会准备礼物要送他。那今天我其实在今天之前我都不能预期他到底能不能出席，但是我很开心今天看到了，所以呢要特别的啊来颁发给他一个奖项。那我们再次掌声谢谢，也谢谢辛苦的妈妈一路支持陪伴着她，相信她可以打败大脑中的脑瘤，可以成为丽人国小丽人之光，祝福你哦，好，加油。我们恭喜以上所有获奖的同学，因为你们在丽人优异的表现还有平常认真的态度才能获得这些奖项，希望你们必须秉持着手己乐群勤勉上学的丽人精神哦。接着我们要进行加官。